All right, y'all. So the former MSC champion Kielvj had his first win with his new team in China. Okay. Let's see what's up. Let's see what's going on. I ain't seen him play in a minute. First win in China. 叫桂尼威尔和黑龙这一把是没有冲可以玩的。 XYG 也找到了问题所在。 第一场 BO3被对面的黑龙给脚连脚两轮。 Bro, you know the only thing about reacting to so much content, bro, it's all these different languages and I can never understand what's going on, man. Let me hear the commentary, please. XYG，红色方龙龙盖命。 比赛也将由当归以及老冕为大家带来解说评述。哇，这么正式，毕竟来到生死局内啊，对吧？格里，高丽阳也一改风格了，软辅是不能入侵的。对，啊，所以保护队友，嗯，没问题，把保护打在公屏上。哎呦，上来那勾，太的沐浴啊，他已经手已经放在这个解控上了，对，他准备好解说了的，这勾一吃，然后直接交解控走了。是。He must have petrified him when it got low. Even 和高丽阳。 开始进了，而且他反倒了。是的，Actually, let me see. I want to look. 开始进了，而且他反倒了。是的，这个蓝反倒了，一级的熊猫啊，要死了，这里打不了。哎呦 ，XYG 上来先拔头筹，对，主要熊猫都好说，他一打二追着别人打，格泽甚至要一打二追着别人打吧，被晕过来 ，QV 是拿到了对方弗老哥的人头，而且这样还被晕在塔底下一个pulling，QV 自己他甚至还没有死，哇，这一改。 第一场 build 来这个风格就发生了一个天翻覆地的变化，哎，过来抓，但是贝拉塔，贝拉塔有个夺冠唯一的一个技能，一秀三要打吗？真的假的？一丝血没秒掉，但是又位移上来了，他就想杀杀不死，但是法杀来了，法杀大招直接红两个，二连击破 double kill 的法杀。Even 还想杀对面无道士，交了一个大招，回溯到之前的位置和血量，合理，美洋计嘛，嗯。 高德阳属于是这个把领口拉开了啊，确实啊，嗯，哎，拼狩猎，毕竟成早了啊，回头是被阿凯熊猫拿下了这个神龟，但是问题不大 ，Cube 是可以走，贝拉尼塔交大往后撤，那这样的话这内力，哎呦小回身走位，回流身法扭了一勾，但是感觉自己走不了，有位移能不能走掉？哎，反身一个大招直接劈死了詹姆斯。 还反杀了一波，而这样的话，他还有位移，那这样应该是要自己死掉了。没办法，一换一，一换一，我觉得也很赚了。是的，哎呦，也差点被倒。是，应该是来上半区压制了，哎，找到不落地了，怎么办？直接被秒，自己成为了这一局的节奏发动机。没错，对的，很难顶。 哎，这草里面怎么有个上来？太炫了！高德阳有一个沐浴可以解开，往后走，但你转回来的是一个 ZZ，ZZ 是飞的太肉了，打不死，转错人了，直接开大开始转起来，想要去先杀，杀弗朗哥能不能杀掉？一丝血点掉了，两边做了一个互换，贝拉尼塔和弗朗哥的互换，但是这样一来的话，会导致优点在于这样子打会打出气势。 这样打一旦能赢下来的话，其实气势是一个乘以倍数的。上半区，我来找贝拉尼塔，有点想不开，弗罗迪直接被秒了。那这样的话，感觉自己也要死。下路双人组两兄弟在这有点迷路了呀，优势已经来到了4000块的经济差。没错，上半区的位置，贝拉尼塔一个人牵扯两个，这就是贝拉尼塔在单带段。三个牵扯了三个，三个人。那这样的话，剩下几个队友去拿这个零零泽转大，向华双周要秒人，Shameless 不给走，又拿一个，没啥问题。哎呦，上一回头想看这个领主，但是刚回头的瞬间 ，ZZ 已经把领主拿了。前几天 XYG 的表现确实是 ，Okay, hold on, let me see. 这个领主，但是刚回头的瞬间 ，ZZ 已经把领主拿了。前几天 ，See what's going on with the stats? Claude is super fed right now. Oh yeah, it's over with. Claude's super fed. Actually, Benedetta's crazy fed too. I mean, he's 2-4-6, but he's been putting in work. He's been making plays that matter. Let's see. Oh yeah, Claude. They tried to, Akai tried to defend against Claude, but he's countering that with the Malefic. Yeah, items looking good too. Okay.
items is looking. Yeah, and then they stacked. The jungler stacked. Fredrin stacked with defense. They can't really do anything at this point. Nah, it's over with for them. What's the goal difference? 马当先啊，勾的羊在钓鱼，这边还要再来，先找到了一个佛朗哥，直接秒又是金色的人头，啊，结果这ZZ也配合了几个直接往前挤，这上野两兄弟要杀疯了，被蓝鲸塔再进去，几个开了一个大招，二连击破，二连击破，找一波了，蒋一波，上野两个人，XZ这个位置有点没伤害，伤害不太够，开大招进去想要去硬拽，留德这 A 点到爆甲，还有兵线，还在点吗？怎么还死在这A家？A家就赢了，但ZZ不想放你走，没办法，A掉水晶，我们恭喜XYG。 That was a good game. That was actually a really, really good game. I like to see it, man. I like to see it. But yeah, let me know what you all think in the comment section down below, fam. Yeah, that's pretty much it, y'all. Be sure to drop that thumbs up, subscribe, and turn on notifications. And yeah, peace out.